徐光汉近日登上时尚杂志十二月号封面人物，只见他穿上紧身短版衬衫，大秀腹肌线条，另一封面则是换上白衬衫，但里头却是将多件女性胸罩带子反扣在胸上，造型十分前卫，甚至还穿上豹纹丝袜以及脚趾带上大红色美甲贴片的造型，多套与平时形象差超大的服装一公开，立刻引起网友纷纷惊讶留言，已经听到拍摄现场尖叫声，疯了，太帅了。不过徐光汉身穿多件内衣的造型也让网友们歪楼表示，这套的背面是好像也很有画面，网友都敲碗想可以看到背面的样子。